我也不是革命党，也没有想过要飞黄腾达。我是个镖师，我只知道走镖护镖，没想过干别的。其实我这话问的真是多余，你也没必要跟我解释。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觉得有解释的必要。你当我是朋友？ 或许您觉得我们身份不配，但我说的是实话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配不配的？对了，我听他们说，你这次回山西跟你未来的岳丈订婚期去了，怎么样？定下来没有？怎么了？黄了。 对不住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到了。 贝勒爷，回头管家要是发现我拿了他的钥匙，您可得替我担待着点儿。屁大点事儿，至于怕成这样吗？赶紧开门，我赶着去练嫂子呢。记住了，万事有我。 大镖头，出什么事了？好像是枪声。我去看看，先别出来。哎，小心啊！跟上，快！那边，在前面，快！走，快！我跟上，跟上，快！那边，快！快！那边去！跟上。外面很多兵，箭步侧就墙。兵变，会不会冲我们来的？兵一乱。 首先抢的是大户人家，我看了后门，后门门锁坏了，如果他们冲进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那我们能去哪儿啊？镖局。走走，快快！哎，这边走。 怎么样？焦乱了。这辫，走。安顺，你的辫子呢？娘，先不说这个了。这二位先生是南方来的代表。哦，老二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着外面打枪，就担心你这儿会有事儿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算你有良心。那边快！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呢？怕是兵变了。啊！大镖头，大镖头！ 大镖头，外面乱得厉害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在京城没有家眷，担心镖局出事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二位有心了。
蔡先生，这位是我们镖局的镖师，有他们在，乱兵不会闯进来的。辛苦二位了。啊！坏了，老朽还在王府呢。哥哥，你别担心。额爷，哎，我要去找九贝了，镖局就麻烦你们三位了。你放心去吧，有我们在，这些兵崽子一个都进不来。可现在外面那么乱，你出去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娘，哥哥脚受了伤，给他敷点药吧。哎，安顺，路上小心呐。救命了，跟我走。我家，跟我走了，这是我的家。走，我刚出去一会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了？我要回家，让我回去，我要回家。外面枪声好像小点了，外面还有枪声，骚乱还没有停。总兵作乱，袁大头到底想干什么？哎呀，这还不明白吗？摆明了是做给我们看的。不行，我要找他问个清楚。哎，你现在不能去。是啊，宋先生，还是等兵灾过去之后再说吧。可我们是南方政府的代表，我们不能每天躲在这儿啊！如果有人故意为之，我们去了岂不自投罗网？那你说我们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可以去六国饭店避一避，那里是外国人的地方，他们不敢胡作非为。我们明明是中国人，为什么总去外国人那儿求庇护？二位，我先去外面看看情况，如果街面上安静了，咱们再说吧。刘包头，如果今天没有你，我们话不多说了，感激不尽呐。这边还有，过来俩人。哎，那边快！啊，我看仔细了啊，别剩下。这拿走，来一队，跟我去前面。这些都拿走啊！一宿的功夫，我已经快认不出北京城的模样了。四处是火烧过的痕迹，四处弥漫着呛人的烟气，像是刚刚打完仗的战场。大清朝的时候，人人都喊着要民国，可是到了民国，竟成了这个样子。你瞧瞧我这个，您那边好东西多。哪儿呢？你看，一会儿咱去啊。哟，万爷，万爷，您看我这怎么样？哎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？这个，这绝对是不会出来的。万爷，您这哪儿拿的东西？给我放回哪儿去？咱这全城都抢上了，再不下手可就晚了。放屁！我们是混混，大伙叫我们嘎杂子，但我们不是土匪，不是强盗。是，对对对，这帮王八蛋，王八蛋打的东西了。再说了，我也是治安协办委员会的委员，你们这么干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对，送回去，送回去。万爷，您甭打了，我们这就送回去。万爷，甭搭理，您消消假鬼子，我不认识。是万爷，我是刘安顺。哎呦喂，刘大镖头，哎，您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您受伤了。挨一枪子儿，当兵的打的，可不是吗？刘镖头，我跟您说，还流血了，今儿我可露脸了。那帮孙子兵痞要抢金宇轩，我站在金宇轩的门口，我跟他们说，要抢金宇轩，得把我放倒，冲这儿打，打死我，这金宇轩你们随便抢。哎，
您猜怎么着？这帮孙子怂了，给我腿上一枪。那金宇轩保住了，八爷。哎，没保住。这帮王八蛋，一点规矩不讲，全抢没了。不是，那您这枪子不是白挨了吗？就是啊。你少跟我这放屁！你懂什么呀？别说话了，你。哎，刘爷，今儿我这事儿是不是露脸了？八爷，您露脸了，我给您扬名。冲您这句话，我这枪挨直了。那好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一步。行，八爷多保重啊。没问题，走，慢走啊。看见没有，刘安顺都佩服。那是，看来瓦爷我呀要成功了。就打今儿起，这四九城谁见了您，谁不得给您竖大拇指啊？是不是？肯定的呀！少跟我这废话，赶快把东西给我送回去，啊！是是是，我挣多大脸，让你们给我现多大眼。以后不会了，瓦爷，不会，以后送回去吧。您放心吧。哎呦，哎呦，贾大人，您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您看这街面上还剩什么了？袁大人有令，凡是混水摸鱼、偷抢财物者，一律按乱匪处置，抓起来。哎哎，你们，哎，贾科目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我们怎么是乱匪了？放开我们！你凭什么说我们是乱匪？老实点，凭什么？你还问我凭什么？就凭他们手上拿着的东西，跟狡辩。带走，走走走！贾科目，快点！贾科目，抓我！你凭什么呀？放开我们！别放开我们！蔡先生，袁大人已经派兵平乱了，要到六国饭店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哥哥，包袱被烧了，不如你跟九贝勒一起和蔡先生到六国饭店吧。好吧，没想到这一晚上功夫我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。是啊，哥哥，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就想开一点吧。啊，我知道，也不用担心。李爷，罗爷，备车。好，好。罗爷，看好镖局。放心吧，大镖头。又要杀头啊！各位乡亲，各位邻里，昨天晚上乱匪作乱，先和他们在这等会，我到前面看看。好，大镖头。幸亏袁大人及时派兵平乱，这才稳定了局势。袁大人有令，凡是参与抢掠者，一律按乱匪处置，格杀勿论。这帮地痞流氓，平日就欺压百姓，危害一方。这次兵乱，他们更是明火执仗，趁火打劫，其行为人神共愤。幸亏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现在本人就要明正典刑，以肃法纪。你们说，像他们这种无恶不作的坏人，该不该杀呀？该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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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刽子手，在。刘安顺，你答应过我。要给我扬名，给我扬名！贾科目，你王八蛋，王八蛋！晚了。哎呦！哎呀！Thank you.
接着砍。大耳光叫嘎杂子，但我们不是土匪，不是强盗，瞧见没有，三刀六个眼儿，我得让你佩服我一回。拿起，随便画。我跟他们说了，要抢金宇轩得把我放倒，冲这儿打，给我扬名。